这些东西不是哦，都是我们的料子。其实我们拍这些东西哦，是为了今年的那个新生招生营啊。然后我们就要介绍一下我们管院团的那些活动啊，然后里面是怎样的，然后有那些飞车的你们那样哦。然后，竟然敢拍我们睡觉，贤君，你知道是什么没有？